要吃麦当劳？好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组合餐原本489元，现在买只要99元。啊？你在哪里看到的？手机上面啊。你知道吗？你看到的这个是诈骗哦。真的假的？哎呦喂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浩浩。大家好，我是林虾米。我们今天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的一日小刑警，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种诈骗手法——一夜式网购诈骗。相信大家都有网络购物的经验，要小心诈骗集团于各拍卖平台、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。一夜式诈骗的特征就是以低于市价促销、强调免运、标榜限时限量、货到付款等关键字诱骗民众消费购买。提醒大家，如果发现货到付款、商品不符时，应尽速向运送宅配业者反映，并且直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。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关心您。